切换表情。只使用了一张图片的柔性骨骼绑定是实现不了表情切换的，而零件化的刚性骨骼绑定可以轻松切换角色的表情，并且给角色赋予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，这也是刚性骨骼绑定的主要优势。找到和龙骨工程同样目录下的 Library 文件夹，我们只需要把制作好的图片放到 Library 库中，刷新库就能看到新的嘴巴，把它拖动到嘴巴的插槽中，调整好位置大小，就能来回切换嘴巴的表情。我们看一下一边旋转一边切换表情的效果。同理，也可以制作眼睛和眉毛的不同形状。